我一直在思考我要什么样的生活。对这种山峰会活动那种憧憬，去尝试的人非常非常少，所以我想去看一看。三个掉到冰裂缝里了，也快，塌的也非常非常大。Please every member submit。目标永远都是领奖台的第一名，一定要拿到名次，就是要拿奥运会金牌。我是艾琳，一个爱玩爱闹的中国女孩。Go China！ 自小在美国长大的古艾琳，常常称自己是中国女孩。每到假期，她都会和妈妈一起回国旅游。久仰的十六铺码头多有名呢！终于到了，终于到了，是我首次上一个上海船，晚上现在灯特别漂亮。哎呀，好看死了！特别的好看。黄浦江的夜景让艾琳兴奋不已。不是那个是什么？就那个高塔。东方明珠。这个是东方明珠呀，那北京的是什么呀？艾琳，看天安门到了啊！又回天安门了，又回北京了。哎，这很快呀。那些字你认识吗？上面写什么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那中间那个照片是谁？毛泽东。对了，漂亮吧？啊，这就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古老的文明，美丽的城市，让艾琳流连忘返，引以为傲。作为一位滑雪运动员，她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加入中国国家队，征战2022北京冬奥会。然而，要想实现这个梦想，他首先需要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证明自己的实力。长城北望，就是塞北雪国崇礼。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之一，这个曾经的黄土小镇正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滑雪中心。2018至2019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就在这里拉开了帷幕。看看国际雪联那个上面的运动员出发表，中国队有8个，主场在双板里面有10个女孩，4个是中国的。对，都是中国队。 OK， 都是中国队。对渴望加入中国集训队的艾琳而言，世界杯级别的比赛无疑是个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为此，他专程从美国旧金山赶来参赛。我想请非常好的一下动作。好多了哈。啊，好多了。嗯，特好。好多了。好就好啊。你看那公园。哦，看看这就是跳台。看看跳台怎么？因为他们还有 rainbow。哦，看看他们那个。此前，艾琳在美国的教练普罗塞尔已经被聘请出任中国自由式滑雪国家集训队教练，他只能在妈妈的陪伴下进行赛前的场地适应训练。这个学习特好。行，反正那你就是注意安全呗。啊 ，OK， 好，好好。陌生的环境，不同的雪质，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测好，测好呀！刚才我看你那个速度调整的比较好。不够啊，不够，还不够呢。第三个，二和三都拿口了。真的，第一个过深了。啊啊！我第一个再走慢一点。第一个走慢一点，这样的话后两个速度可能还能更好点，是吧？OK。
头吗？So I'll take this and this. Okay. So Tylenol? Yeah. And then the other one is Zofran, which is, I checked Global DRO just to double check, and we're good on that front. Oh, that's for nausea? It's just for nausea. Okay. Make sure she keeps that down. Okay. Because this will take about 15 to 20 minutes for it to take effect. 艾琳意外摔倒，导致脑震荡。为避免二次受伤，医生建议她放弃比赛，静养休息。失去比赛的机会，艾琳心情沮丧。她决定向自己的前教练普罗塞尔寻求帮助。It's not my choice who I invite. That I would welcome Eileen to the team if I could. Really difficult. 得知艾琳昨天受伤的消息，普罗塞尔给她看了一段视频。It's a process, and if you focus on the outcome too much, it won't happen. But if you focus on the process, the results will eventually come. Well said. 艾琳不得不暂别赛场，为避免在比赛中受伤，就需要加强体能以及力量训练。Rotate up, slow back, fast out.一个多月后，艾琳重返赛场，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世界杯坡面障碍技巧比赛。最终，她以0.49分的微弱劣势，惜败于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冠军得主贺夫林，获得银牌。对此，艾琳显然并不满意。两周后，在世界杯意大利站的比赛中，艾琳发挥出色，斩获女子双板、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个人首枚世界杯金牌。Absolutely incredible! I cannot describe it. Messed up my first two runs, so the pressure is even greater on the third run. But to be able to put it down a run that I was proud of, really just, I really can't describe how happy I am right now. Honestly, like. 渐入佳境的艾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不断取得突破。最终成功登顶国际雪联积分榜排名的首位，这为他加入中国国家集训队铺平了道路。我是一名高中生，也是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谷爱凌终于梦想成真。2019年6月，他发布微博展示国际雪联注册运动员的国籍为中国。Oh.
like a minor party or a third party. In this case, it's a minor party.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e free soil party. Yeah, so let's talk about the free soil party. 作为美国全日制高中生，艾琳不得不在休赛季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为此，她牺牲了与国家队一起训练的机会。To the extent of it's just true, partially true, or not at all. It's between true and partially true because I don't have two arguments for partially true. Yeah, that's true. So you addressed the argument really well. It really was just, I really felt like it just needed one more thing. Okay. Think about that when you're doing your essay on the flight. That's what I wanted to talk about. 8月，南半球的雪季已经到来。艾琳迎来了加入中国集训队后的首次亮相。在世界杯新西兰站的比赛中，除坡面障碍技巧外，艾琳还增加了 U 型场地项目的比赛。我更害怕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滑 U 型槽，今年，所以我妈妈说：“哎呦，你别跳了，你要是跳不过去，你会受伤，你更别做动作了，你不赛也没事。”决赛前一天，艾琳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刚滑两趟就摔倒了，因为之前摔过脑震荡，很容易再度受伤。我第一次差不多站稳了吧，但是第二次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次，磕了一下头。明天尽量可以接着滑。不要有压力。I'm gonna go. Okay. Eileen Gu from China next to go. Gu Ailin 尚未从昨天的摔伤中完全恢复，因此放弃了挑战高难度动作，转而选择了自己更有把握的动作。Second place, Eileen Gu representing China. 最终，不敌队友张可欣。艾琳以88分的成绩获得亚军。And the winner representing China, Zhang Kusin. 艾琳和张可欣比肩而战，为中国队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军，彰显了全新的中国力量。Put your hands together one more time for Team China! 一起加油！加油！加油！最大的对手永远是我自己，能把自己做到最好，能跨过自己的界限，做一些自己没想到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就是正常的那种全职高中生啊，每天上学，每天下学，而且参加学校里边的所有活动，然后再写作业这样的。他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除了繁重的学业，独自零散训练，没有专业教练系统性指导，也是艾琳面临的重大困境。想要在赛场上保持不败的成绩，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些东西都没法知道，我已经发生就发生了，所以你只能想下一步怎么做。
深思熟虑后，艾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全日制的高中课程，选择通过自学来完成高中学业。我不上课，所以我就是学东西比较难，因为就得自己教自己或者上网自己去找，而不是听老师讲。所以我要是想做作业的话，就是100%的精力全去做，然后用100%的时间去滑雪，这样我能滑到最好的成绩，也能学校得到最好的成绩。合理的规划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系统科学训练的机会，他的体能和滑雪技术因而得到了飞速提升。我就有一个精神，就是想当最好的，但是也不必须是要把别人压下去，而是想当我自己能当最好的一个人。然而，学习与训练始终无法调和。为了全力备战冬奥，艾琳决定提前一年完成高中课程。为此，他专门来到北京，集中参加各种补习班，准备提前申请大学。A B 加上一个二分之一的 B D 加 B C， 等于谁？来，谷爱凌，你回答一下这道题。应该选四 D。选四 D 答案是什么 ？A G。A G 为啥呀？因为 B D 加 B C。B D 加 B C。应该是二 B G。你通知到这儿。边滑雪边学，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所以我喜欢把学习弄好了然后再去滑雪，然后那样两个都可以100%用心去做。蓄势待发，未来可期，艾琳期待一个全新的挑战。2020年1月9日，第三届冬季青年奥运会在瑞士洛桑举行。因为拥有与冬奥会一致的赛事标准和规格，这几乎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一次模拟考试。中国能否向世界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Hey Lin Gu from China next to go. Coming up here, switch left, bio 9. That is unbelievable stuff from Hey Lin Gu. 第一个比赛日进行的是艾琳的主项自由式双板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93.25. She moves up to second place, just behind Kelly Sildaru. 艾琳以0.5分的微弱劣势获得亚军。接下来是自由式双板 U 型场地的比赛。The leader after the first run, and now piling the pressure on her rivals with an even better showing. A brilliant exhibition of freestyle skiing on the Olympic stage. 最终，艾琳以93分的绝对优势收获金牌。You know, I've been pushing myself all day, and to see that pay off is really just awesome, incredible. Oh,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Okay. 坡面障碍和 U 型场地比赛，艾琳稳定发挥，获得一金一银。而她真正的挑战是双板自由式大跳台的比赛。大跳台比赛是运动员从斜坡滑下冲上跳台，在跳台尾端依靠惯性腾空，并在空中展示各类技巧和动作。大跳台难度大，风险高，需要运动员长期的训练。而中国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双板大跳台项目上几乎是零起点。为了实现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队全面参赛的目标，需要有人填补这一空白。而这一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艾琳稚嫩的肩膀上。哇，
艾琳因此成为在女子双板自由式滑雪领域全球唯一一个肩负三个项目的运动员。You've done everything that we need to do. Yeah. Hey, just go and chill. Yeah. All right. That's it. Six quids. Ailing Ailing Gu from China. Oh, and she's down on the 900. Grab the tail of the ski. Just releasing a little on the first rotation. The switch landing, slightly under rotated. 24-25, Gu down in seventh place, but two more chances. 接下来的两轮，艾琳不能有任何失误。她的最终成绩将取决于三次跳跃中动作完成度最好的两轮成绩之和。Hey, you good? Time to calm down. I'm thinking not too many. But we have a chance. You know, we'll do our best to be up top. Way to go.Ailing Gu, the halfpipe gold medalist. 第二轮，谷爱凌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她决心放手一搏。Going for the 900, she sticks it. Ailing Gu in the mix here. She throws away the first run, 89.75. So the first run score is thrown away. She's in fourth with 89.75. 没什么，很厉害。So Ailing Gu, for me the only skier that's going to deny Kirsty Muir. What has Ailing Gu got in store here? She needs to land this run. Oh, she's going big, she's looking smooth, she does land it. Oh, Ailing Gu getting it done on the third run. It's 81.5, she's in the gold medal position, but it's not the biggest of scores. 背负着第一轮失败的压力，艾琳及时调整心态，最终以171.25的总分获得冠军。My God, baby! 所有承受的压力，在这一刻，全都化为了内心的激动。非常高兴能做好自己，今天能拿金牌，不能再问，要不然我就哭了。就是害怕，就特别害怕去做一个动作，然后终于落的时候高兴，但是乘以好几好几百，就是特别特别高兴，像飞起来的，都已经在地上了，但是还飞着呢，是这种的感觉。从害怕受伤的小女孩到中国自由式滑雪的领军人物，东京奥会见证了艾琳不断挑战人生极限的王者之路。2022北京冬奥会，梦想闪耀的时刻，期待五星红旗再次升起。